我是叶淑华，感谢 Spotlight 聚光的邀请。我喜欢牛仔裤那一套，就是非常的艺术家风格，黑发。因为我是干性的皮肤，所以很喜欢擦油，然后再擦霜。我喜欢吃辣椒，辣中甜。最近喜欢吃火锅，狼。我想去埃及。我喜欢古装爱情，或是很凄美的那种。星汉灿烂。2023年愿望，希望，我可以把我的书全部读完，就这样子。